哎呦！没逮到。かかってこい。はい。こい。俺の番だな。哦，我死掉，死了。敵集団続けてきます。私の番ですね。来い。行くぞ。さあ、今だ。しゃ。ありがとう、リーシャ。助か。外传也没东西可以买，就是。我有 boss 吧？哎呀，我就知道，看好大，看这两只也太大了吧！負けられない。看好险，立夏回避速度够高。怕啥？丢我丢我火焰先好了。等一下哦，月光笔算炸死。アークス駆動。然后你就来开一个燃烧之心吧。よし。我不怎么痛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刚刚有发现可以换回忆哦。这个，我有发现。行くぞ。我决定这么做了。这样比较实际。これで決める。ドン、セ、ハ、ク。啊，问题是你回路有些还要开啊，你二级回路还要再开啊。不用了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实际。搞定，收工。まだまだいける。不用什么战术攻击啊。燃烧之心直接接个 S break 就收工了，自有自信一点。ロイドさん，那你就是个废物就对了。小弟是谁啊？他说小弟是谁来的？在我面前没人敢说他硬。我拉这个要干嘛？哦，所以绕另外一边是吧？啊，那小弟吗？他不是叫那个吗？他那个字不是那个叫那个什么吗？那个字是小弟？那我有说完日文版的啦，日文版的翻译好像不一样吧？我记得日文版不是那个吗？什么西竹苦的那个字吗？还是什么？日文版叫西竹苦吧？对啊对啊对啊！你这样讲我知道啊，眼睛瞎的罗不是治好了吗？我记得治好了不是吗？没有吗？话说什么叫眼镜侠？你瞧不起人家眼镜侠？既然治好了，说，别实话了，哭哦。
まだまだいける。话说，我真的觉得罗伊德的拐棍变成3D 之后，妈有够像决斗盘的。你不觉得那个他那个皮带就很像那个卡片吗？走路，我勒都烫。妈，那个东西真的有够霹雳无敌像决斗盘的。旧的就觉得还好，以前还没那么明显。3D 都根本就是海马赖人的。很像啊！你们真的超像，我记得我上次都觉得超像，真的还是觉得很像。快！打完这个迷宫就睡觉好了。啊！耳鸣还多还是？我靠，好多只哦！他怕火吗？他很怕的样子，不管丢下去。よし。俺の番だな。おお、くらえ。感觉可以 miss 这么多次。私の番ですね。好痛！这两只鱼不一样吗？一样啊！它着火了！哈哈哈！它是着火了。然后这两只鱼怎么长得不太一样？よし！よし！もう大丈夫だ。拿到什么呢？雷神珠，怎么看就是装在丽霞身上的。哦，驱动解除，那就给你装的啦。圣灵树哦。啊，想想啊，烈火反而啊不行，还是要打一些那个小怪。幻妖也好烦。打要帮丽霞开个洞。证明书给你了。好了，搞定。那下巴变长，是神之内的，神之内超长的。宝宝你好。海马的啊，他们都会啊。
哎呀，坐话不稳是常有的事。ありがとうリーシャ、助かったよ。坐话不稳就是这样啦，不要在意的啦。你看早年的初刚还不是一下长一下短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地下室有 Ava 的感觉，尤其看那什么102的那个感觉，就很像 Ava， 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从这边出来啊，这路通了是吧？我觉得等一下大概要打 BOSS 吧。换有什么可以做的？换硬要讲就是这个喽，啊，做一个这个好了。是蛮想做行动三的，可是做不出来，做行动二好了。加一下死，反正洛伊德好慢。OK， 打 BOSS 了吧？哎，没有，四只杂鱼，应该是巨大杂鱼。我就知道，哎呀，是水母怪。感觉水母怪看起来够凶的。さあ、かかってこい。はい。这不就是叫我开场丢这招吗？我的愛は無限。去りゆく者へのたむけぬけ。眠れ。啊！算了。さあ、次に行きましょう。よし。本来想说没调查的，后来想想算了，没差了啦。因为有没有调查，应该也没啥差了。不好的预感。只是那样就可以了，比他强的人。我没想到丽霞那么凶狠，我没想到出手那么不知轻重。